我在喜马拉雅山山谷中出生长大，自幼至长，往来其间已超过45年之久，受教于此间的圣哲，我碰到又居于此的一些大师，并在他们足前学习，从而体会到他们伟大的灵性智慧。从旁遮普喜马拉雅山，经库玛云喜马拉雅山，到嘉华喜马拉雅山。